半个小时。好，听我讲。好。好努力的人。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. I told you I changed,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. Know that I can'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. I need you to stay. Need you to stay. 在厨房，因为我的那个第一高考的第一个部分是需要演讲一下我做的这个 PPT， 我做的这个内容，然后在这里还做了一个文献文稿一样的，就这个文稿。然后到时候，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 PPT 讲得很好很好很好，所以我得练习练习。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讲好这个 PPT。今天是一个午睡刚醒的下午，对，我要喝一下这个绿茶。我姐妹说减肥你就想要嘴里有味道，那你就泡泡茶吧。算了，因为这根本就开不掉。哦，里面是这么多小包的。学习角落，然后健康的学习角落和我。今天是我高考的前一天，哎呀，我现在这个油头顶着这个油头，穿了一件很随便的衣服。对，我明天就要高考了。对，所以我今天在复习，因为本来想要记录一个星期的复习，但是我每天都在背背书，没什么好记录的，所以但是我又想要记录一下我的高考，所以就记录一下。今天是复习的第一天，然后和明天就是高考的现场。好了，现在我今天早上从7点钟起床开始复习，现在已经10:41了。我整个人越学越困，越学越困。加油加油，最后一天了，加油。刚刚去吃饭，现在开始学习吧。相机放在这里很好的监督我，这样不用告诉自己不能偷懒。陪我复习，他要听我讲，听我讲 PPT， 我现在要讲给他听，哈哈。Prima di tutto iniziamo con Max, quello che è un fisico matematico scozzese.Butterflies, butterfli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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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tterflies
12点考试，现在才是11点。没有提前的，进了门关的没有。OK。姐妹给我送了一束花，这个花呢非常有仪式感，然后特别高级。然后呢，你今天的表现是非常非常的好，我觉得真的吗？对，我觉得你80分90分肯定可以的啦。来吧，把亲手交给我。好，现在收到了我的花。对，收到了你的花。这个花它在睡觉。拜拜。我们现在去学校门口拍一下，毕业照吧，我们自己的毕业照，因为我们这边没有什么高中，没有什么专业的毕业照。对，然后我们都是自己拍的。对，我看朋友圈别人都是自己拍的，好看。我觉得你的眼光很好，长得好看，是不是？你看一下姐，我现在拍的贼好看。走吧。我的花，我的姐妹，我的学校。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来这地方了。Say goodbye。那还出来，这里是景点，拿破里景点。学校不会再来了。啊，走了走了。对，我的花和我的学校。